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三顺多肉植物大棚里边，看看他们这些的多肉现在都上状态了，非常的漂亮，大家跟着刘姐一起看一下吧。这绿花也很好吃，它颜色很光色，上板状态是光色。啊，这是绿茶是吧？也是法式系列的。对。啊，它上状态是光色，现在慢慢就上状态了。啊，就上整个上完状态全是黄色。对。哇，多好看！这个确实是棒，这个也好几年了，这大老棚。你可以繁殖点小的吗？不繁殖点的。也可以，就是没砍过，没砍过。啊。地儿也挺小。啊，到时候繁殖点这个，大家也都行，是吧？捡到好的品种、漂亮的就多繁殖点。嗯，是。啊，大家看看这个糖印，这个糖印现在颜色特别漂亮了，比我们前几天来的时候又漂亮多了，这颜色上的特别好。这个是玉龙观音，多漂亮啊！它这是最佳颜色能上到啥品种？是什么青盛锦，这跟刚才的颜色差不多啊，这也属于法式的啊，这是青盛锦，果冻似的，多好看呀，太漂亮了。这小家伙叫啥呢？素烟哈。这西财富现在也上颜色了哈。啊，我还以为这西财富一直是绿色的呢。现在正都朝看的事都是这样。啊，到五一之前这颜色都是特别漂亮哈。是。特好看。这个叫。这个是苏皮芽。啊，苏皮芽。你看他们这个三寸多肉这个苏皮芽比别处长得都好。别处那边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。这个啊，现在这个颜色就挺漂亮的，就这个了，这要比它那个光点了，是吧？这好像这是什么锦？金棒？星爆？这叫星爆啊！现在这颜色上的也漂亮。啊，都挺好看的，这也跟它接近的颜色，这个。柠檬卷卷，它是夏季型，夏季它颜色就好看，也是那种果肉，特别透亮。啊，它是夏季生长的是吗？啊，别的其他的多肉夏季休眠，它是生长的。对，还有汤印也是夏季。啊，汤印也是夏季生长，还有这个，这又叫啥？柠檬卷卷，都是夏季生长的，它跟汤印是一系列的，都是。特别漂亮，它的糖印是吧？多好看呀、啊！太美了！剪的最好的，大家看，这叫红富士法师。啊，这也算法师。这种通红大红的这种感觉是吧？哦，那个大家看一下，他们这个大棚里边的这个法师品种很多，比别的大棚我看着都要多。你看看这颜色，多么漂亮！这是红富士，红富士，跟说那红富士苹果似的，是吧？它的颜色也都跟那个红苹果颜色一样，是吧？太好看了，真是漂亮。这叫什么？这是米查德勒，米查德米勒。这叫米查德米勒，米查德米勒。那多好看呀！太漂亮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